主席，我是繼續發言是有關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裏面分目000，是有關削減行政會議成員的薪酬部分發言的。不過在我繼續發言之前呢，我要這個交代一個，即是之前我是講錯了一樣東西的，即是我剛才呢是講緊當立法會向行政長官辦公室去查詢行政會議成員的出席率的時候，當其時呢在特別財委會上面呢，是政府官員呢亦都是話沒有這個資料。咁我上一節話呢，我話最後特首辦係抵受唔住傳媒嘅壓力，而係去自爆出行政會議成員嘅出席率，即係其中最低李國章 61%。咁呢個呢其實係頭先陳家洛議員提醒我呢，這個唔係事實。正確應該是呢，陳家洛議員第一次用他的書面在特別財委會提出問題的時候，政府的覆回來呢就是說並無這個紀錄。跟著當日我都在場，在特別財委會的會議上面呢，剛才個政府是我們沒有統計各行政會議成員的會議出席率，因此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咁係當其時第一次政府嘅答覆，第二次就係當面口頭質詢嘅時候，政府最後都係冇答案。咁原來後來呢，陳家洛議員呢再做咗一個書面嘅追問，即係第三次追問，最後呢就有答案啦，就得出呢大家前幾日前嗰排喺傳媒上面得到成個表，即係各個行政會議成員嘅與會次數、出席率會睇到出嚟。咁其實呢，係記者呢喺我哋立法會嘅網上面見到呢個答案呢，跟住係即係去報導呢件事。咁呢換言之就話，我哋立法會其實都仲有啲個問責角色，不過係問一次唔俾，問兩次唔俾，書面問俾，口頭質唔俾，最後有議員鍥而不捨，再書面追問，有呢個打爛沙盤問到底、問到篤嘅精神，最後呢是能夠得到這個數字。嘩，真是千辛萬苦啊，得到這一組數字。當然啦，傳媒的壓力都是非常之關鍵。這裡呢亦都是多謝議員呢是去鍥而不捨去追問。但是呢，我想提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我相信特首辦要或者政府官員呢，如果今次這一節的結束的時候回應的時候有時間呢，好希望好清清楚楚話俾公眾聽，話俾立法會聽，究竟而家係咁乜嘢一回事先。行政會議嗱，當然係有會議記錄，有出席記錄，但係冇統計出席率。咁但係今次係破例，因為議員鍥而不捨，問一次、問兩次、問三次，所以政府勉為其難，好啦，煩到死，真係最怕人煩，計俾你啦咁樣。定係係一個常規嘅做法，亦都要公開同市民講，究竟前朝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係一個機密，係一個係保密制度裏面，究竟有冇呢回事？如果有，咁點解今次又可以打破咗曾蔭權當其時口中政府話嘅出席率嘅機密嘅？一定要好清楚咁釐清俾立法會。我想指出一樣嘢，就係我哋立法會有財政嘅審批權，即係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嘅薪酬嘅權，但係如果我哋並無監察權呢，其實我哋唔應該行使呢個審批權嘅。道理好簡單，即係我撥咗嚿錢出去，公帑市民，我哋簽咗呢張支票出去，但係原來我哋冇一個理所當然嘅監察權，係問政府係有權俾嘅，問兩次、問三次，而家好似話黃恩大赦勉為其難俾，是一個個別例子，定是政府未來其實自動自覺每一季會公開行政會議成員的出席率的出勤記錄？否則如果政府答不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大家是應該支持最辣那條，應該是支持陳偉業議員修正案編號第七，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會議全年預算開支，是要整個行政會議呢廢了他武功才能夠對得住公眾。當然解決方法就是政府你自己，不用議員問幾千條問題才講，是不是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自己每季公開，就非常之好了。陳偉業議員其中有提出第十條是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酬金。我想指出陳偉業議員剛才有個錯誤，他說行政會議的官守議員只有13位，以我的資料就是15位。而且以我所知，應該政府官員如果兼任行政會議的官守議員，應該是沒有一個額外的酬勞的。所以呢，亦都唔使即係額外去定一個削減佢哋嘅酬勞嘅情況，即係話如果我哋削減曬嗰16位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議員呢，其實理論上呢個行政會議呢仲可以運作嘅，只不過係非官守議員係零，而係行政長官加埋15位官守議員呢就已經可以繼續行政會議嘅運作。當然如果大家話要廢埋行政會議嘅武功，咁就應該支持最辣嗰條囉，即係修正案編號第七條，就成個行政會議嘅全年開支呢就唔該減曬佢。講到呢個問責制同埋保密制，其實呢個亦都係建基於我唔係針對某即係呢一次發言嘅部分呢，唔係針對某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嘅失職或者個表現唔滿意，或者佢嗰、那個講錯啲乜嘢，做錯啲乜嘢，而係我哋成日話成個行政會議嗰個保密制同埋集體負責制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咁當然，如果唔肯公開行政會議嘅出席記錄，就唔係集體負責制啦，係集體卸責制啦。呢、這個係絕對香港市民或者香港嘅立法會議員係唔能夠接受。好，返去保密機制。行政會議嘅討論呢大多都係關於重大政策一啲政治決定。當然呢個我都係估嘅啫，因為我哋其實唔好知道行政會議佢哋嘅開會情況，因為我哋冇議程，即係我哋睇唔到議程，都睇唔到會議記錄。所以會議嘅文件同埋討論嘅內容呢都係需要保密。但係近年呢係發生咗好多懷疑泄密嘅事件㗎。但係亦都冇因為亦都冇去懲辦咧，究竟邊啲人係泄密，邊啲人係要受到懲處？例如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啦，咁傳媒又話係行政會議裏面有成員爆料嘅，就話佢唔係疏忽漏報，而係刻意隱瞞，咁以致咧呢個保密制咧係受到質疑。至於集體負責制咧，就係話成員唔能夠公開反對行政會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即使他們不同意呢都是要保持沉默。如果是我們立法會的議員兼任行政會議成員，很多時呢政府的政策呢都是要投贊成票。但其實我們看回上一屆的政府的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呢已經名存實亡了。很多部分成員在公開場合呢是行政會議成員說批評政府政策，有些成員甚至呢是會在立法會表示不支持行政會議的決定的。這個明顯是違反了集體負責制。我不是說集體他這個原則對不對，而是講緊這個制度，有了這個制度在這裡亦有議員去違反。既然有議員違反亦都沒有懲處，那個制度其實呢就好像是放在這裡給你政府用的時候就說保密，用的時候就說集體負責，但不用的時候呢你又可以酌情放鬆給成員呢是自說自話，甚至是講啲同政府相反嘅嘢。咁呢個最經典例子當然係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啦。咁呢個我唔去舉例，唔去講返佢以前嗰啲房屋政策扶貧政策嗰啲。由於呢個保密制同埋集體負責制嘅存在呢，行政會議係變成一個黑洞。即係政府唔做嘢，議而不決，或者決而不行，決唔決我哋都唔知道，因為入咗去呢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呢，我哋就打唔開呢個箱㗎喇。當然最經典最多人關心嘅例子就係免費電視發牌事件我諗呢個會議裏面，即係無論民主派啦定係部分建制派，對於呢、這個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即係最後點解三家變咗兩家，都是曾經發表過一些不同的看法，是不認同政府的做法的。立法會亦都多次就這個議案是辯論，我亦不
不覆述。其實去年呢，正正又是5月的時候，我們在辯論削減行政會議成員開支的時候，都曾經引用過電視發牌這個例子，即是因為有這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這個機制，令到其實局長或者蘇錦良局長呢，他都是可以卸責，可以或者去迴避問題，因為呢他是不答得任何嘢。咁到最後出咗嚟而家呢個結果，咁好多人都不滿，甚至係有建制議員都不滿，話會做一啲相關行動，雖然而家都未見到啊。其實講到行政會議嘅保密制，喺主權移交前呢，我哋都話如果嗰個港督係唔同意行政會議大多數人嘅決定呢，佢係要將個原因寫低備案。其實備案嘅意思係咩呢？以我所知呢，就係交返去英國外交部，要解釋返點解港督嘅決定會係獨斷獨行，同行政會議整體大多數嘅意見係相反嘅。但係呢，如今啊，我哋而家香港嘅行政會議呢，已經由昔日我哋話呢個係一個政府嘅智囊啦，變咗好似一個純諮詢嘅角色。喺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呢，是以一男子男子梁振英的決定，是可以反對行政會議甚或至 是通訊辦的建議，否決全城期待香港電視的申請發牌申請。行政長官獨行獨斷，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行會保密制變成一男子的黑箱作業藉口，行會集體負責制變成集體卸責制。所以我們是非常之支持要去削減行政會議的開支，即如果削減了整個行政會議的開支，即第七項如果修正案是能夠通過的話，其實下一次出現的情況就是因為沒有了這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所以最後那個就是特首的決定、政府的決定。那當我們梁振英又嚟啦，遲啲答問大會嘅時候提出質詢，佢就冇咗呢個擋箭牌去擋住我哋嘅問題，即係一句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係機密，係唔會有文件，唔會有俾你睇到嘅，即係可能咧到期時咧，我哋香港仲會有啲運行。而家咧真係好，即係大家好多市民都係覺得非常之灰嘅。好。跟住呢，我要針對行政會議削減開支呢第30條陳偉業議員提出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呢，只係168萬啫，係一個最低消費。我諗住呢係推銷呢一條呢用時間，希望可以得到多啲議員嘅支持。呢一條分目呢削減係大約於相當兩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全年酬金的總開支。當然我們知道在這個制度上面，就算我們通過了這一條修正案削減兩位行政會議成員的酬金，最後結果呢都未必能夠見到說你想削 A 就削 A， 你想削 B 就削 B 的，即結果就是可能他削了一個最好的兩個，即最不聽梁振英話的兩個，又或者他們夾埋可以將夠錢即分了他，大家出少一點樣。但是呢，我們有責任，如果當我是支持這一條修正案的時候，我都要講出究竟我心裏面是究竟哪兩位行政會議成員的酬金是應該削呢。這樣咁我首先要講嘅第一位呢，我認為係應該削嘅呢，就係張志剛。張志剛呢一直被外界批評為呢梁振英嘅首席打手，過去呢好多次都為呢低民望嘅特首保駕護航，即係本來做打手去護航呢，呢個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佢攞出自己嘅誠信、自己嘅人格去做呢啲嘢，如果佢唔係傷天害理，唔係影響市民嘅利益嘅，都你可以話佢有佢嘅權啊自由去做。但係我哋可以舉到好多例子，相信咧好多市民
亦都議員不會接受他這個行為。